新竹车站真的超美的。今天在这里吃饭，站前广场，在楼上的那个披萨自助吧，牛市。站前广场，牛市，所以要从那边进去四楼，就是这一间呐。上楼试试看。今天的晚餐非常厉害，就在站前广场吃。我们的特色是什么？我们是牛排，是豆科加热食，它本身350度。这家食饭上面怕很怕，小心怕那个怕的烫度。然后它整帮牛排增加它的熟度跟热度。好，加热只是350度。对，加热350度。然后我们打开看，就像我们的牛排上面看到的，是我们牛排有黑胡椒、红胡椒、豆胡椒可以选，然后熟度有7分、5分、3分可以选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边看到就是我们可以再加点的大白，就是加过199就有大白条跟中卷。对，然后这是蛮优惠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一个组合，有点像个人小海陆的感觉。好，对，吃到饱，吃到饱，可提供披萨，这是牛肉丸吗？炸物，炒鲜酥，靠，真的是非常厉害，什么都有，泡菜，我爱泡菜。还有冰跟沙拉，竟然还有水果。饮料的部分，点心也自取。黑色石头是加热石，要小心它。好。黑色石头是加热石。今天来吃牛排，我点的是纽约客 and 冰淇淋柠檬沙瓦，超可爱的。它整个喝完之后，你还可以去自助吧添加那个雪碧，喝起来也很好喝。然后再来就是牛排，我点5分熟，因为他们家很特别，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就是可以加热食，所以如果你觉得熟度不够，你可以自己加热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点5分熟哦，出汁，粉粉的肉，肉是粉的，这应该不用再加了，我觉得它熟度很完美了，不需要加了。哎，好，我要吃它，我先吃一个原味看一下。舌头舔到，我就觉得，然后吃进去感觉就是，很好吃。我本来是想要点那个，想说点一个什么水花牛舌，后来想要算了算了，都来了，一定要试一下它的牛舌。滋滋作响的。感觉热过好像更好吃了，不知道什么。耶、姐姐的来了，很难得看人点鱼排。这鱼排也太大片了吧，感觉很好吃哎。这鱼排超大片的，你开动了。好，等一下它公共区还有披萨可以吃哎。切鱼排看起来好嫩哦，而且表皮脆脆的耶、哦、好嫩。不用切，其实根本不用切，拉开就好，就拉开而已。对啊，你看怎么、嗯、你看起来超饿，好饿。这鱼排好大片，嗯，很好吃，应该看你是不是好饿、哦、好像两百四个。
我要啊，我好饿，要吃啊。你自己敢看这么好吃？等不及，你切了，我自己挖。嗯，好嫩，而且没有鱼腥味，好鲜哦。人气商品出炉，立马冲过来要捞它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真的。先吃。你怎么用那个啊？上面是什么？甜甜的，我以为你会拿咸的。它上面，你看有蜂糖，它上面那个酱不像蜂蜜，有像蜂糖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因为它烤过，它那个皮加那个焦糖，有点在吃，就是好像吃甜点。然后它的皮啊，就是第一口咬的时候脆脆的，然后你嚼起来是有弹性，有点。那个地方是我会吃的。你会不会有披萨？你是不咬这个地方？就是会把里面吃掉，然后这边不吃。有，它的是我敢吃，因为有的披萨真的很干。还有自助吧。好了，你动吧。感觉什么东西都吃得到。它真的满足我，就是非常多需求。前几天还在想吃韩式料理，就有泡菜，然后我又是咖喱控，还有咖喱，就是什么都想吃。咖喱饭里面的红萝卜，很希望自己有很多个味，这里的选项蛮多的，因为它光披萨的口味就好几种。一边吃咖喱，一边想着珍珠披萨。在想等下出炉要不要再吃一块珍珠？你觉得嘞？我觉得你太贪吃了，把你录下来。珍珠披萨。他看到珍珠披萨出炉，立马又说他要来拿披萨。还好吃到饱，不然肯定被他吃垮。下面应该是马吉吧？对啊，马吉很好吃。很好吃的，还有珍珠。它好像奶酪哎，我等一下还想吃茶冻。他竟然说还要拿手机拍一下珍珠奶茶披萨。哎，拜托，难得我会拿手机开始拍我要吃我爱吃的。他很可爱，你看，他一把鱼排吃完了。拍完了要吃，其实我也没资格说他，因为我也在吃。好吃啊！我嘴巴一直喊减肥，就我一直在吃东西了。你看它里面，它不是那种很扎实的，它是那种很蓬松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？这种扎实就不喜欢。在布丁拿这个披萨，真心大胃王哎、欸！啊，吃不停的。谁？你呀、啊？没有，我已经克制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试看看。我也快吃完了，我还想要吃上咖喱饭的。用网络看咖喱饭评价很好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是我以前的那个鸡蛋布丁味道哎、欸。是吗？嗯。没关系，我想吃奶酪。我刚才看店家就是上熟食就会按铃，所以有的人就是听到铃就会赶快起来夹。然后我刚才就偷偷的按两下了，又是新口味，这是尾鱼。哎、欸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韩式猪。韩式猪，那这个嘞？然后这一个是那个肉酱。肉酱。哦，有几种啊？哦，我们有七八种口味。七八种，七种咸的，两种甜的。七种咸的，两种甜的。不定时点。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拍了那么多张，还一直出不同的。